第1551集。没有做过镜像人手术的医生，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达到一定的熟悉度。毕竟医生们对于正常人体的解剖结构是有一定的思维定式，乃至于肌肉记忆的。就好像在自己家里走路，走廊尽头向左拐是厨房，哪怕眼睛被怀里堆高的快递堵住了，人也会很自然地向左拐。但如果换一间镜像房型的房间，顺畅感必然不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普通的医生受到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大。事实上，普通的医生的练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熟悉正常人体的解剖结构。拿一个普通人给一名住院医，或者一个镜像人给一名住院医，后者遭遇的手术难度可能并不会提升多少，反正都是试着玩的。但是对凌然这样的医生来说，往日里无比熟悉的解剖结构突然变得陌生起来，就并不是很容易适应了。好在镜像人是正常人体的镜像，有规律可循，大大降低了熟悉的难度。凌然现在也就是在熟悉镜像人的过程中，他的动作由慢而快，变化的幅度并不大，也能够让自己的助手适应。吕文斌和克利夫兰诊所自己的住院医都没有感受到多少区别，但是如菲利克斯这样的医生却是明显地看到了区别。凌然的速度是线性增长的，如果仅仅是熟悉的话，线性增长的速度自然是不可能的，或者说线性增长这种情况对于单独一个人来说本身就是非常少见的。菲利克斯变得有些兴奋，低声道：就是这样。邀请凌然到克利夫兰诊所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还是菲利克斯被凌然的技术吸引。而今天的这台手术，菲利克斯原本还有些担心凌然，担心他不能完美的发挥出来，担心他在压力下纠结乃至于出错。毕竟手术是针对镜像人的手术，但这是凌然的要求，又是中心 boss 奥斯伯恩的馈赠，菲利克斯也是无从影响。然而凌然切切实实的完美发挥中，大家因此都看的是目不转睛了。哦，中国有很多镜像人吧？一名医生突然来了一句，让参观室里的气氛陡然一松，有人趁机发出咔咔的笑声。啊，并不是的，我在中国见到的每一场手术都是这样的，不是镜像人手术，但每一场的完成度都极高，熟练度和难度你们看到了。啊，每一场都是这样？用中国人的话说是高标准严要求。林医生的手术我们看到的喏，你们自己。手术台前的凌然此时已是结束了前戏阶段，开始牵拉着血管缝合起来。如果是美国的专科心脏外科医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只做一部分，而将前面的开胸等过程以及后续的大量工作丢给职业助手们去做。这是中美医疗中很大的一点区别，中国的医生要转嫁工作出去只能靠职位、权威或者个人魅力等等，许多技术熟练的心脏专科医生没有技术成熟的属下可用，就要自己多做一些。美国医生转嫁工作，除了能够依靠手下，还可以直接用钱来雇佣职业助手，而职业助手们往往是那些在心胸外科发展不顺利的外科医生，以至于他们自己招揽到的工作越来越少，同时面临高昂的学生贷款与职业保险，最终沦为其他主治医生的职业助手。正因为如此，在场的医生们对于手术的主要部分的了解和认识也是天然的超过边角料的，而凌然的操作强度此时也大大提升了。要想心脏搭桥做得好，自然是要在搭桥的时候多努力，
更快的速度能够减少心脏的损伤，更少的接触能够降低血管的痉挛以及再堵塞的概率，而更严密的缝合能够降低渗漏的机会，大大提高手术的成功率。所有这些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是一个比一个难，而且还是互相有所背的。比如说更少的接触，就是普通人或者普通医生非常难以做到的一点。活人的心脏又滑又韧，抓起来拿着都很难保持稳定，想将这样两条心血管缝合起来，竟然还要注意拿捏的力度和频次。仔细想想，水管工装水管往往都要反复掂量斟酌的，心脏手术中却对接触血管的频率次数做出限制，那能够注意到并且主动降低频次的医生自然更是少之又少。克利夫兰诊所的心脏中心里充斥着世界级的外科医生，来访的大牛更是如过江之鲫，可越是如此，大家对手术的质量的认识，对医生技术的阶层反而有越清晰的认识。你说的没错，这是最好的。奥斯伯恩对菲利克斯点点头，眼睛看着凌然。感谢您的收听，如果喜欢记得订阅。第1552集。哦，林医生，感觉怎么样？奥斯伯恩按动通话键，态度亲切而礼貌地询问了一句，就像是在美国的餐厅里不断询问今天的菜怎么样的员工一样。正沉浸在手术中的凌然像是被唤醒了一般，语气平静地说道：没有预期中的好。奥斯伯恩一愣，脑海中迅速回溯凌然的操作，却没有找到任何的失误，不由虚心地说：你预期的是什么样子的？我预期中的镜像人吗？应该有浑然天成的美感吧，像是质数一样。凌然遗憾地叹口气，眼前的镜像人是个镜像人，但身为伐木工人的他显然并不是一位勤于保养锻炼经常体检的主。他的心脏肥大，心血管又粗又硬且变形，以至于有些失位，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镜像人镜像的那部分组织器官变质了，他的镜像属性不也就部分丧失了？这就好像将一张纸对折，然后将其中的半张纸揉来揉去老半天再展开，两半镜像的纸的镜像性自然就变弱了，而且这样的心脏美感也是谈不上的。事实上，这名伐木工的心脏给凌然的感觉更像是芭蕾舞演员的脚，都是受尽了摧残的残障状态。凌然的思绪受到影响，忍不住指了指刚刚缝合完的血管。那病变的位置太明显了，而且多而密，像是打破了镜子。哦，好吧，不是很完美的镜像人。如果能让你高兴的话，我们之后还可以再联系几名镜像人过来做手术。哦，那可以让我高兴。没问题，只要你高兴，我们可以不断的联系镜像人过来手术的。哦，也不用不断联系，镜像人的话做5例或者6例以后应该就没有太大区别了，所以前面的几例镜像人最好要年轻一些。嗯，好，明白了，年轻的镜像人。奥斯伯恩笑呵呵地答应了，手术室和参观室重新归于平静。菲利克斯啧啧有声道：安排屋里镜像人手术要花不少钱吧？在克利夫兰诊所做一例心脏手术的费用轻松可以突破$100,000，复杂一些的搭桥手术花费到$6,000,000都不稀罕。当然，这是保险公司要支付的费用，如果是自费的患者的话，往往缴纳30%左右的费用就可以结清账单。即使如此，开支超过$500,000，
到百万美元也都是比较容易的。而身为非盈利的医院，克利夫兰诊所在这笔费用中的开销也要占到三成到五成。总结来说，免费武力手术对克利夫兰诊所来说至少要上百万美元的成本，多到几百万也正常。这么多钱，哪怕是心脏中心的主任也不是说免去就可以免去的。但奥斯伯恩没有丝毫的担心，笑了笑。既然是林染医生想要的，安排六例镜像人手术还是可以的。菲利克斯瞪大眼睛，那我想要五六百万经费的时候，为什么得到的就是五百万？怎么可能给你五百万经费？回头查一下。奥斯伯恩回头给助理说了一句，接着又认真地看起了手术。菲利克斯咬牙切齿，又有些不平衡地看向下方。我和令染医生虽然有差距，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吧？奥斯伯恩头都没转，只是露出一抹微笑，令耳朵到嘴角的部分翘起。哦，手术结束。令染再次检查一番，收手后退，并在护士的帮助下脱掉了手术服和手套。他的手术服和手套上糊满了鲜血，看着有些怕人，但手术室里的气氛却有浓浓的安全感溢出。在场所有人都能体会得到，当手术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自内而外感受到的就是安全感。林医生辛苦了。今天最年长的护士已经有50岁了，是个瘦削到刻薄的白人，骨干精英的形象。他也是克利夫兰版的定海神针似的存在。正是如此，50岁的白骨精第一个心悦诚服喊出了送别词。林医生辛苦了。剩下的白骨精、黑骨精、棕骨精们也都参差不齐地喊了出来。美国的护士的生存状况是非常舒适的，他们有点类似于蓝领工人的生存状况，或者说他们就属于蓝领工人的范畴。如果说年轻的医生们还受制于医院的种种限制，不敢越雷池一步，护士们就有太多的有利条件了。一方面，他们找工作都很容易，就业面又广，根本不需要在乎医院管理层或者医生们。另一方面，护士工会往往是医院里较强的政治力量，不管是遇到了什么狗屁倒槽的事儿，都有一个宣泄渠道。当然，护士辛苦还是辛苦，收入也远远不及医生，这反而让他们在手术室里表达独立。愿意向医生表达敬意的情况远比电视里出现的少得多。凌然得到这么多人的致敬，让在场的许多医生吃醋不已。但医院的环境却让众人的醋意无处挥发，只是逼得他们不断回忆凌然的手术过程。感谢您的收听，如果喜欢记得订阅。第1553集。我第一次的时候也是这样。菲利克斯看着周围人的表情突然笑了，就好像踩了狗屎的跑者在跑第二圈的时候看到其他人也踩了狗屎一样快乐。无道不孤。如果菲利克斯的文化程度到临床医学的程度的话，他会喊出这句话。只听吱嘎一声，田七将众人的表情尽收眼底，与有容焉地拉开门出去了。几名医生发出明显的呼气声，并立即议论起来。哇哦，林医生的女朋友，这世界真不公平。哦，这才是公平世界的标签吧。年轻的医生们是傻乎乎的表态。另一名同样年轻的医生则有些好奇地问菲利克斯，哦，中国医生的收入能有这么高吗？还是中国的美女有这么多？中国医生的收入高不高，我不是很清楚，
不过我们这趟过来坐的是这位美女的私人飞机。克利夫兰诊所的医生们都是经常接触私人飞机的主，有人立即吹起了口哨。哦，看来是富家千金了，什么飞机？波音737改装的。费利克斯等的就是这一句，刚吹口哨的医生险些当场呛死。一直保持着笑容的奥斯伯恩一时眉头轻轻皱起，差点让两片耳朵发出鼓掌的声音了。田七双手背在身后，几乎是蹦蹦跳跳地跟着凌然溜达。在两人的身侧，几十名身穿正装的保镖若隐若现，预防着有人误入，甚至拍摄下田家小姐恶意卖萌的表情。主要是田七太开心了，他在读中学的时候正是家里管教最严格的时期，最多也就是偷偷的看点言情剧，哪有挽着男神逛街的机会啊。如果是在国内，田七估计也会收敛一点，免得有认识自己的人莫名其妙的出现。但在国外的时候，田七只觉得社会压力骤然减轻，加上凌然的情绪也不错，他就更加的开心了。凌然的心情也不错啊，他将双手插在兜里，就陪着田七瞎逛，都没怎么考虑手术的事儿。克利夫兰诊所的节奏对于习惯了云衣的凌然来说可谓是非常缓慢了，一天才做两三台手术，还都是一个类型呢，哼，真不需要凌然从早到晚的去思考。这样的环境也将凌然从前阵子的紧张中解放出来，他就随着田七的路线慢悠悠地走，时不时地回应一下田七甜美的笑容即可。克利夫兰的风景很不错哦。田七从路的左边走到右边，从右边走到左边，再看凌然，只觉得全身细胞都变得高兴起来，再看四周的绿化和建筑更是无比的顺眼。嗯，克利夫兰的风景是不错。五大湖附近的环境在美国来说也都是一流的，他们所在的区域又有极好的维护和建设，漂亮自然是极漂亮的。田七得到回应更是笑出了七颗半的牙齿，美美的一招手对后续补过来的一名助理说道，在这边买一套别墅，家族在克利夫兰有一座庄园。助理穿着超细跟的高跟鞋跟着走了一路，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变化，对目下的情况更是掌握其中，尽显中年金领的能力。田七却是摇摇头，重新买一套，不要太大的，也不需要佣人的，只派人定期打扫，距离克利夫兰诊所要近，方便林医生偶尔过来工作。我之后是否会来克利夫兰尚不确定。没关系的，我只是突然想购物了。哦，凌然这就理解了，他老妈也是经常高兴了就出门购物的，虽然陶平女士经常购买的是丝巾茶叶之类的东西，但跟田七购买的别墅一样，都属于他不了解的范畴，总结来说也就是差不多的东西。做助理的中年金领原本以为凌然会提出些反对意见，却没想到凌然对这么大笔的支出不仅没有要参与的意思，甚至连了解的兴趣都看不出来，不禁也是暗暗折舌。我们再去买辆车吧，可以放在别墅里一起用。田七此时购物欲旺盛，而他所说的一起用就等于是给凌然用了。凌然却是想了想，你身边一直带着司机，我也不想在美国开车，没有必要。也是，美国的警察也很麻烦的样子。这样的话，买的别墅就要在步行可达克利夫兰诊所的位置了。我明白了。助理掏出小本本记录下来。虽然说，距离克利夫兰诊所的步行可达的别墅，说不定会贵出好几辆车的钱，但对田家或者田七来说确实都不是问题。
两人继续开开心心的散步，就像是两只野鸟，好像没人管没人理的样子，但要是有人敢用枪或者弹弓射击，立马会被整得生活不能自理。翌日，田七陪着凌然一起吃过早餐，才放他去医院。这同样得益于克里夫兰诊所的作息啊！要是在国内的话，凌然早几个小时就要往手术室走了，就算吃饭，那多半也要算宵夜。不过，克里夫兰诊所本身依旧少不了勤奋自勉的身影。虽然是令美国人骄傲的医院，但就像是美国其他排名靠前的医院一样，克里夫兰中心的医生的构成是绝对国际化的，不仅是移民二代、移民三代中的佼佼者，还有各国医学院培训好的优质人才在源源不断输送到克里夫兰诊所来。而这些年轻人在做实习生和住院医的时候，也总能表现出远超同龄人的自律和勤勉。像是手术，他们平均每个工作日要做三台手术，等于每周15台，每个月60台的手术量，而且要持续3-4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这是国内大部分医院的医生都达不到的程度。所以当凌然抵达手术层的时候，这里早已经是灯火通明，进入了正常工作状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喜欢记得订阅。第1554集。与此前不同，今天的凌然到了医院，立即得到了许多的问候。在克里夫兰诊所这样的医院里面，除了费利克斯这样的主治医师以外，剩余的同伴和住院医都属于受训阶段。其中啊，这高级实习住院医更像是国内的规培生，他们刚刚结束了4年的医学院的学习，而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了4年的常规大学学习，也就是所谓的4+4模式。在艰难而幸运地考取了医师执照之后，他们才可以申请到诸如克里夫兰诊所这样的医学院做轮转培训。而在做了3年的实习住院医之后，年轻医生们才可以选择做同伴啊，从而进行专科培训。当然，就像是国内的医生一样，在最少4+4+3+3啊，也就是14年的高等教育完成之前，不管是实习住院医还是同伴，都要夹着尾巴做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是否将一个医生看作是人并进行问候，也是一名医生的地位和技术的体现。昨天的手术显然是让许多的年轻医生认识了凌然，甚至因为昨天手术的特殊性和戏剧性，许多年轻医生还深入地了解了凌然。哦，林医生，您想参与我们的手术吗？我们的手术也可以，林医生，我们今天也会做大桥手术。哎，我们现在就有2台大桥手术要做了。我们30分钟内开始手术。我们20分钟。许多年轻医生忽然就开始了争夺凌然。跟着领域尖端的医生做手术，这是快速成长的不二法门。在克利夫兰做轮转培训或专科培训的年轻医生都习惯了这种模式，今天看到了凌然也不会放过机会。凌然有些意外，抿了抿嘴唇。我可以跟你们做手术吗？当然，没问题的。走廊里堆积的医生越来越多。我主刀吗？有几个医生犹豫了一下，其他医生毫不犹豫地点头。哦，这样啊，说说你们的病人情况。凌然很熟悉这种挑选模式，立即提高了要求。最早提出邀请的年轻医生立即说道，我这个病人是第3次心脏搭桥。2次心脏搭桥的难度就已经很高了，但在克里夫兰心脏中心，3次心脏搭桥的老年病人也是有的，而这种手术对高科技的医生的吸引力自然较高。
凌然不由点了点头。啊，我的病人虽然是二次心脏搭桥，但是有300磅重。我的250磅，但是名人，我不能说是谁，但我这个病人有3个乳房。嗯，一名女医生高喊了一声，瞬间震慑全场。凌然也不由看了过去。女医生得意洋洋地说，计划用乳内动脉做心脏搭桥，3个乳房，用哪个乳房的都可以。哦，哪间手术室啊？凌然对克利夫兰诊所的好感再增。克利夫兰诊所这样的医院最大的优势就是辐射全球，由此带来的不仅是资本和技术的优势，还有更重要的人口和地域优势。像是云华医院这样的中国地区级的顶级医院，它能够辐射到的人口最大也就是1000万级，而且还面临着同段位同定位的对手的竞争。克利夫兰诊所则不同，一方面它在许多项目上是具有全球领先的优势的，另一方面它面对的病人是全球性的。虽然不能说全球70亿人口都被其辐射，但到了这个级别，怎么做完全就是受其自己选择的。克利夫兰诊所每年门诊量760万次，出院病人则有20多万。不管从哪个数据来看，他对病人的筛选都是极强的。而这种筛选可以是资金方面的，保险方面的，也可以是病症方面的。那么多的全球顶级医生愿意加入克利夫兰诊所，其主要原因还是克利夫兰带来的成长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克利夫兰诊所的医生依旧是在做教育投资，这也是最高端技术人才最普遍的成长模式。当有的人读了4年大学就自以为人生圆满的时候，有的人选择读10年以上来考取博士，有的人则选择4+4的医学院之后再来一套3+8的超级专科学习，以成为心胸外科医生。但是真正的最高端心胸外科医生只修19年的高等教育显然还是不足够的，他们往往需要在克利夫兰再做5年以上的主治医生才有可能崭露头角，成为世界级的心胸外科医生。至于世界顶级什么的，也只有从这种折磨中幸存下来才有可能继续熬到。不过这种精英教育中的精英教育带来的医院优势还是极明显的。像是克利夫兰所处的5大湖区域原本已是全美经济衰退的重灾区了，但是如克利夫兰诊所或者芝加哥的西北纪念医院，不仅没有衰退，反而继续开疆辟土，昂扬猛进，就是因为他们面对的世界是全世界。在这里，一个医生要是想做个胖子相关的科研项目，头天指明要300磅的胖子10位，第二天就会有40头住院医抬着10只胖子入院。感谢您的收听，如果喜欢，记得订阅。第1555集，在性命攸关的事情上面，就算欧美人再懒散，也是有个度的。当然，3个乳房的病人还是挺稀罕的，尤其是有3个乳房还需要做心脏搭桥的病人，且是乳内动脉移植的，那就更少见了。三乳病人的医生像是中奖了似的，拉着凌然进到手术室就介绍。丽萨，我就说你的运气不错，看我找到的林医生优秀到令人惊叹，而且长得超级帅，他今天愿意为你做手术。克利夫兰诊所在全美范围内都是最讲究医患服务的，这也是他们的主要卖点之一。沙特土豪们最喜欢克利夫兰诊所也是有原因的。叫做 Lisa 的病人约莫40岁，她躺在手术床上，眉头皱成一团。我有3个乳房，
不缺长得帅的男人。哇，这么帅！Lisa 的后半句的语气里充满了惊讶、震惊和嘴馋。凌然走上前来，向 Lisa 点点头。女医生的专注点则有些偏移，说道：“三个乳房和不缺长得帅的男人可没关系。” Lisa 斜眼看了女医生：“如果有两个丁丁的男人约你，你会不会去？”女医生吓了一跳。这种变态，等等，我不是歧视，但是男人和你不一样的，他们就想玩一下没玩过的，漂亮的、风骚的、会劈叉的、有名的、三个乳房的。女医生无言以对， Lisa 却是说起了兴致，说道：“我给你讲，越是长得帅的男人，想法就越特别，而且。”漂亮的风骚的常见，会劈叉的常见，三个乳房的可就……你把我衣服拉开点儿。来自美国东北地区的女医生的脸都绷起来了，立即对旁边的麻醉医生说：“沙愣的别墨迹。”麻醉医生手一抖， Lisa 就以她的三个乳房同时软了下去。女医生松了口气，对凌然无奈地笑了笑。医院政策非常强调对病人的态度。凌然赞同的点头。女医生感觉找到了谈话点，连忙说道：“我平时里都会跟病人多说一些病情以外的东西，既可以做病情调查的补充，也可以跟病人建立一点信任关系。副作用就是病人们总是希望占据主导地位，一些治疗措施实施起来不容易。”哦，我有一个左词典。凌然倒是不吝于交流心得，特别是来到克利夫兰了，不能说用了人家的手术室和病人然后转身就走，那太不讲究了，也不符合中国人礼尚往来的道理，所以凌然就将自己用于医患关系的技术交给了对方。什么？女医生一脸茫然。凌然见状，只能将之归类于朽木不可雕的范畴，摇了摇头：“开始手术吧。”“哦，啊，好。”女医生连忙开始了术前准备。手术室内想听八卦的医生护士们也都动起来了，同时头顶参观室里也可以看到人头攒动的景象。克利夫兰诊所的心脏中心里几乎每间手术室都是带参观室的，这是云医之类的医院无法相比的地方。此地的牛白医生太多了，以至于每天都有各种参观手术的需求。而且作为住院医的培训基地，克利夫兰诊所每年接纳的廉价劳动力也需要学习的场所。就是邀请凌然来做手术的女医生也是标准的主治医生，就业务水平来说并不逊色于凯伦。楼下的小餐厅，田七坐在中间的位置，四周是多名忙碌的白骨精和一台台忙得飞起的打印机和传真机。几名克利夫兰本地的律师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皱眉看着文件，尽可能显示出专业的架势。对他们来说，虽然只是家族内的一些股份和财产变化，因为标的之巨大，也需要慎重再慎重。若是能因此赢得一些田家人的好感，那就更有用了。田七就不需要全神贯注了，他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面前的菜单上，并深入的考虑，如果做到自然与美感、自然与浪漫的结合。基调以麻辣为主吧，林医生到克利夫兰好几天了，西餐和甜味应该吃够了。田七放下菜单，无比的郑重。坐在对面的厨师起身道：“啊，明白了，照顾外国人的情绪的话，不用管他们，一切以林医生为主。”田七摆了摆手。厨师迟疑了一下：“今天不是有很重要的合同要签订？”
虽然是重要的合同，但他们是来配合我们的。如果他们要挑剔的话，只能说明诚意不够。好的，那就不迁就老外了。厨师又确认了一次，才不太安心地去新装配的厨房了。几名白骨精同样有些不安地转头过来，有人看着田七低声道：田董，没必要得罪老外的，人家毕竟是地头蛇。田七不置可否地摇头，态度坚决。属下们确定了他的意志，也都低下头去，面对即将到来的谈判，也不由重新地调整了姿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喜欢记得订阅。第1556集。田董，林医生已经出门了。麦纯手握对讲机，低声向田七报告。比起手机，对讲机是有多人对话的优势的，在医院这种地方更是好用。田七点点头，面对坐在自己前方整整两排的男男女女，依旧保持着气势上的压制。他的属下也是同样的姿态，相对年轻的面孔和坚定的眼神，令对手的白骨精、黑骨精、黄骨精、棕骨精们很轻易就感受到了田七和他的团队的意志，不得不调整思路和方案。正如田七的属下们报告时所言，这次的合同是对田七一行人极重要的，可相应的，这份合同对在场的骨精们更重要。当他们的种种计策都不能奏效的时候，比拼意志的失败更让他们为自己的处境担忧。田董，林医生的方向预计是小餐厅，还有15分钟到达，我们去小餐厅需要2分钟。他们目前在小餐厅上面的会议室里，骨精们来自多家公司和集团，其中不乏规模庞大的大型公司，愿意千里跋涉地来拜见田七。对这些人，自然不适合将之安置到小餐厅里。好在田家此前就有小规模的捐款给克里夫兰诊所，因此要一些商务上的配合还是很简单的。田七拢了一下头发，打断了正在长篇大论的某律师，淡定地说：我还有12分钟，如果不能达成一致的话，就只能在下次会议再做决定了。黑白灰骨精们立即竖起了身上的毛发，包括全秃的几位。没有人问为什么，或者稀图延长时间怎么样。众人就地调整姿势，再次激烈地讨论起来。实在不行的话，那就只能在下次会议时做决定了，但那是大家都不愿意的事情。双方互相妥协的速度不禁加快，需要金色降落伞的高管们，想要退出的小股东们，宁愿放弃投票权也想留存股份的早期投资人们，虽然各有各的想法，但所有人都很珍惜这直面田家主事人的机会。麦纯继续报告时间。林医生到达布朗，预计10分钟到达。田七抬了抬下巴，示意麦纯说出来。麦纯睁大眼睛，卖了个毫无意义的萌，接着做了个深呼吸，沉声对众人说：会议还有7分钟。两排精挑眉看看他，就继续的争执起来。麦纯暗自满足的一笑，在场的都是有名有姓的大精了，而他一只勉强澄清的小妖，能在这种场合上说上话，脑补的信息已经足够自我满足了。对讲机里的信息更加频繁地传递过来，在场有的是人注意到这一点，但此时此刻大家基本都顾不过来了。田董是为什么要着急离开，在大精小精们眼中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定出一个时间节点出来。这个时间节点固然是对田七方有利，但未尝不能有利于其他人呢。另一方面，
在场的大惊小惊们其实也愿意面对一位精明强干的董事，因为大家之后的时间里合作是会多于竞争的。三分钟，一分钟，麦纯在田七的授意下过几分钟就会报一下，在截止时间以秒为单位进行的时候，坐在会议室对角的几位大惊终于下定决心起身道：好，那就这样，按照田董的意思来。好。田七一句耽搁的话都没有，看着几个人轮流在自己要求的合同上签字以后，自己也分别签了字。掌声立即响起。不管是要离开公司的，还是合并入集团的大惊小惊，此时都有尘埃落定、如释重负之感。林医生150秒后抵达。麦纯在田七耳边提醒：今天就到这里，中午我请大家在这里的餐厅用餐。田七再次点点头，接着就踩着不急不缓的步点离开了会议室。众惊目送田七离开，亦是一片唏嘘感慨之声。结束了。各位，五大湖见啊。哎，哼，真厉害啊。可不是嘛，总算给留了一口汤喝。留在会议室里的几个人都躁得脱掉西装，对他们来说，刚才的几分钟时间或许还算不上是命运的审判，但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大考。只是在扭头看向外面的时候，一些人才莫名的冷静下来。在医院里，他们的大考又算得了什么？这或许就是田董将会议地点设在克利夫兰诊所的原因。某些人想到这儿更是有些后怕了。去吃饭吧。不，我订了下午的机票。哎呀，改签吧，拍田董马屁的最后机会，你要放弃啊。好吧，听说是中国菜。务必要装作很好吃的样子。中国人对他们的菜是很重视的。感谢您的收听，如果喜欢记得订阅。第1557期。林医生。当凌然走进小餐厅的时候，天气已经用15秒换了一双鞋并重新补了妆，安静如鹤地站在小餐厅内。手术顺利吗？很成功。凌然给出一个760%的笑容。经过这么多次的手术和自我训练以后，凌然对于手术的自信心和实操能力都大大的提高了。虽然不能做到每次手术都完美，但大部分的手术都能做到完美状态，包括今次的手术。而在做完这样的手术以后，凌然本人也是能体会到极大的快乐的。田七心有所感，羡慕地说：林医生的工作真好，不像我总是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打磨，在无意义的人事中转圈。凌然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给，他是很能理解这种事的，就好像自己有时候拼命努力想要进行一次比赛的时候，参与者却因为种种原因退赛，哪怕胜利也不是希望中的胜利。田七所期待的就是这样的没有回应的回应。感动地挽住凌然的胳膊说道：不说这些事情了，我们试试菜吧。今天主打的菜式是川菜，以麻辣为主。在田七说话间，早有准备的主厨就迈步上前，引着两人坐下，接着一边让人上菜一边介绍道：其实啊，我们川菜传统上是主打百味的，当然麻辣依旧是我们比较擅长的领域哦。说话间就见一小碟的麻婆豆腐，一小碟的宫保鸡丁，一小碟的鱼香肉丝，一小碟的回锅肉拼成一个四色拼盘摆在了桌子的左边，紧接着则是一小盘的水煮鱼片
一小盘的东坡肘子错落着端上桌来。至于后续的夫妻肺片、五柳鱼等等，也都是以小份为主，色香味俱全。主厨却是有些无奈道：“啊，因为是以麻辣为主，所以菜的颜色都要偏红。如果是我们传统的川菜店里，并不会如此。”尝尝新川菜。田七却是向凌然眨眨眼，满脸的欢喜。凌然也确实颇为惊喜，尝了一口，麻辣味儿不错，出国以后就没接触过了。主厨的无奈脸尚未消散，就被一旁金发碧眼的当地白人助理给拉了下来。主厨却是个懂英文的，不高兴地用英文对那白人助理说道：“我只是想要展示我们川菜的全面性而已。”白人助理瞥了主厨一眼，淡定地说：“你或许具有全面性，但我们并不需要。今天你不是主角。”主厨愣了愣，但听到这句话而心神不定的更多的是后续进来的众卿们。原本已是喜形于色的众卿们像是重新受了敲打似的，互相传递着信息，然后默默坐到了座位上。接着在几名小厨师和服务员的指导下，用勺子拌着麻婆豆腐和米饭，狂吃桌上麻辣味的食物。您喜欢今天的菜吗？首次出国的川菜小厨师欣喜地看着一名老年白人将自己炒的菜吃得一干二净。老年白人洒脱地一笑：“我觉得我应该喜欢，我喜欢这种事后屁股疼的事情。”凌晨五点，奥斯伯恩停稳自己的捷豹，缩着肩走了一段，才算是稍微舒展了一些。他的秘书早从楼上看到了车，连忙跑下来接人，半是无奈，半是抱怨道：“哦，天都黑着呢，您这个时间不应该是在收邮件吗，先生？”“我会在凌晨五点收邮件，是因为我希望我的医生们在吃早饭的时候能看到我的邮件，最好在上班的路上思考一下。凌然还不是我的医生，他来了没？”奥斯伯恩正了一下头顶的帽子，帽子是第二任妻子送的，但他没告诉过现任，所以依旧拥有这顶最昂贵的行头。奥斯伯恩也只在比较重视的场合戴着它，这就像是一个标志，熟悉他的人见到这顶帽子就知道奥斯伯恩很重视当下的场合。用中二一点的表述，就是说他认真了。认真的秃头，认真的男人戴上帽子总归是要帅一些的。秘书知道奥斯伯恩通常是不会在见医生的时候戴帽子的，除非他是准备开掉这家伙或者招聘这家伙。但是哪怕克利夫兰诊所已经相当扁平化了，心脏中心的主任依旧不至于干涉每名医生的聘任职务。“哦，先生，林先生已经到手术室了。您是想要招募他吗？我跟他们的团队试探过，林医生似乎没有跨过太平洋工作的想法。”“人的想法是会变的。”奥斯伯恩用手指了指头顶上的帽子，就自信满满地往前走。秘书紧随其后，大摇其头。不过他所熟悉的奥斯伯恩主任本来就是一个经常在人事上犯错的领导，有什么奇怪的想法也不算是太奇怪。反正奥斯伯恩想要招募凌然就招募呗。秘书虽然不看好，也不是很在意，只是在上电梯前偷偷地发了信息给关心此事的21个人。感谢您的收听，如果喜欢记得订阅。第1558集。啊，5:11的手术室啊。奥斯伯恩坐进透明落地玻璃的等待室内，翘着腿端起咖啡
突然有点感慨。与同行们类似，奥斯伯恩做的最辛苦的时间，也就是30多岁成为主治医师前。那时候他要抢在主治医生来医院前查房，解决问题，处理急诊等等。这个阶段过去了，他虽然也有很早起床做手术的时候，但那都算是特殊事件。做到主任，身体也不行了，更少这个时间来手术室了。奥斯伯恩顺手抚了一把休息室里的绿萝，只觉得叶片柔软，触感轻盈，不自觉的呼吸也放松下来，仿佛下一刻就要睡着了似的。哦，先生。秘书低声喊了一句，奥斯伯恩猛地惊醒。啊，我没睡着。接着他的手就下意识地要去摸摸下面。啊，林医生要出来了。秘书连忙提醒。奥斯伯恩也彻底清醒过来，手一晃抽了出来，自嘲地一笑。我都没吃药，我乱摸什么呀？然后他整了整衣领，再随手摸了一把绿萝，恢复了一下状态，就见凌然从红变绿的手术室内走了出来。哦，手术很顺利。跟着凌然出来的是菲利克斯，他的皮肤有些干燥疲惫的样子，但神情振奋的像是个刚看了黄片的中学生。他得回想一下手术室里的场景，才能装作严肃认真的样子，向家属解释情况。凌然只是静静地站在旁边，一如他在云医的时候。按照规矩，凌然做手术的时候是一定要有主治医生在场的，这也是许多实习生们拼命努力争取机会的原因之一。因为主治医生们的时间有限，能陪实习生几场，什么时候陪，陪的质量如何，都看人家的心情。但在凌然这里，陪场却是需要争取的。哪怕是菲利克斯拿出了先到先得的理论，也只抢到了凌晨时段。很快，家属被引导离开。奥斯伯恩立刻上前问候。哦，林医生，今天做手术的感觉如何呀？哦，主任。菲利克斯惊讶地看向奥斯伯恩，音调都升起来了。奥斯伯恩摆摆手，像是扒了剩菜似的，接着就向凌然攀谈起来。以我的经验，克利夫兰诊所的分诊做得要比中国的医院好得多，我们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地方医院无法诊治才送过来的，这样的手术做起来应该更有趣吧。凌然点头回忆了一下。嗯，确实如此。今天的第一台手术病人是第二次心脏搭桥，第二台手术病人此前做过肾脏移植，第三台手术是高龄病人，有大量的基础疾病。已经做了三台手术了。啊，是。凌然干巴巴地回了奥斯伯恩一声，算是对他无聊询问的最后一点礼貌。奥斯伯恩哈哈地笑了几声，连忙问：器械用得还舒服吗？如果觉得不方便的话，我们诊所可以提供一笔用于购买自用器械的经费，大约2万到5万美元。菲利克斯惊讶极了。哦，我们有这个政策？现在有了。奥斯伯恩冷漠地瞅了菲利克斯一眼。菲利克斯满脸震惊地向后退了一步，低声对旁侧的秘书道：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场没人理他。凌然依旧是不怎么在乎地拒绝了奥斯伯恩。他收到过太多太多的赠送礼物的提议了，更懂得如何拒绝。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凌然用的再熟练不过了。奥斯伯恩并不气馁，笑了笑。其实除了手术器械和手术室，我们对医生们的支持还在于学者型医生的培养。凌然面无表情。奥斯伯恩保持微笑。
全美最好的实验室和实验条件，我可以不设要求地提供出来。当然，如果附加要求的话，您可以提出更多的申请。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有一体化的学者型医生的培养路径，您如果参与进来，一定能得到极佳的体验。我准备回去了。凌然却是抬抬头，给了奥斯伯恩一记重的。奥斯伯恩当场呆住了。回去？但是镜像人都还没来全呢。我做完就走。凌然回答的也很明确，他在克利夫兰做手术基本都是免费的，用几个镜像人也很正常。奥斯伯恩体会到了凌然的坚决，不禁重重地叹了口气。至少让我们再多向您学习一段时间呢。菲利克斯和凯伦跟着我做了很多手术，心脏搭桥方面再做一些练习应该足够了。凌然回答得很实在。菲利克斯原本就是克利夫兰心脏中心的主治医师，跟着凌然这么长时间显然不是白给的。奥斯伯恩得到凌然的提醒，更重要的是在确定凌然的回国意向之后，奥斯伯恩再看菲利克斯，突然觉得这家伙竟然也有些眉清目秀啊。感谢您的收听，如果喜欢记得订阅。第1559集。菲利克斯，我记得你刚来克利夫兰的时候，是我给你扶镜的吧？奥斯伯恩像是个普通的垂暮老人似的，笑吟吟地回忆着曾经的岁月。菲利克斯一愣，这么慈祥的主任，怎么感觉像是狼外公似的？不，也许就是只狼外婆。咱得政治正确一点。菲利克斯的想法纷至沓来，瞬间升起了30多种术式。是的，您是给我敷过镜的。菲利克斯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又赶紧回答了奥斯伯恩的问题。老实讲，他虽然是克利夫兰心脏中心的主治医生，走出去都算牛气的人物，但在克利夫兰诊所内部，他可从来都不是受宠的那一挂。如果克利夫兰心脏中心是个大后宫的话，那菲利克斯只有在奥斯伯恩喝醉的时候才有幸跟着别人一起被临幸。就像是被扶镜这种事，可以算是克利夫兰诊所的一项传统了。由高阶教授给做专科培训的同伴们扶镜啊，顺便做详细的讲解，算是人传人过程中比较亲密的传授了。菲利克斯自然也是被扶过的，只是扶镜较多的人里面并不包括奥斯伯恩大佬。然而大佬却已是搂住了菲利克斯的肩膀。我给你扶镜的时候就在想，总有一天你们这些年轻人是撑起克利夫兰诊所的参天大树，是克利夫兰诊所的基石，能够等到这一天真的不错。登岛这一天吗？菲利克斯摸了摸脖子。你今天还要做手术吗？奥斯伯恩突然问了一句。大佬都这么问了，菲利克斯只好点点头。是可以做。让我再为你扶镜一次，帮你备血管吧。奥斯伯恩说完哈哈笑着搂着菲利克斯又往手术室走，还不忘邀请凌然。哦，凌医生一起吗？哦，好。凌然对手术还是很感兴趣的，中间有点变化更觉得不错。奥斯伯恩在心脏外科来说也是传奇大佬级的，说不定真能拿出传说级的技艺也是说不定。几个人于是重新收拾收拾，又回到了手术室，并从正在准备手术的一黑一棕两白四名小医生中，争夺了一名白人小医生的手术。
不用多说，大家各自调整好位置，就由费利克斯率直地切入了病人的心脏。刚刚被夺了主刀权的白人小医生年仅39岁，已是心胸专科培训的最后2年了。哪怕他有着美国白人理所当然的傲慢与偏见，十几年的残酷学习和考试也给他磨没了。此时他望着意气风发的心脏外科主治医师费利克斯，就像是看着肌肉爆炸的消防员转职的水管工。即使他们是在自己心爱的躯体上做事，失去了主刀权的39岁白人小医生也没有了打人的冲动。职业保险很贵的，不能瞎闹啊。病人49岁，女性，非洲裔美国人，肝肾功能不全。失去了主刀权的白人小医生低声介绍着情况。菲利克斯当年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只瞥了一眼就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凌然和奥斯伯恩也只是跟着菲利克斯的步骤。菲利克斯手臂用力，在病人的躯体上画出了一条淡淡的血线。在切入的一瞬间，菲利克斯突然有一种畅快感。他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对面是大佬奥斯伯恩，自己的侧面是帅得不祥的凌然，两个人目前的身份都是自己的手术助手。照长相。菲利克斯的情绪忽然被调动起来。奥斯伯恩本来一直想装个慈祥老主任的，这一刻被逗笑了，提醒道：“啊，你要用什么术式？”“哦，我在中国学到一句话。”菲利克斯站在主刀位上，狂气渐生，并用中文大声道：“那心胜于性。”奥斯伯恩狐疑地看向菲利克斯：“哦，什么意思 ？”“Nothing better thing。”他们说这是一句中国名言，而且和英文很像，是最适合我们学的，我很赞同。Nothing better thing。 你喜欢就好，现在记得病人的心脏。奥斯伯恩已经有点耐不住性子了，菲利克斯轻轻一笑，伸手要了镊子和纱布，就低头忙碌起来。单就心脏搭桥技术来说，他还真的是烂熟于胸，即使学着凌然的方法来做也是如此。更不要说凌然现在就在他旁边呢，随时可以补救或者提供指导，甚至提供投喂。菲利克斯这么想着，手里的动作更是顺畅。如果将心脏手术看作是一场战斗，那每一次的手术都是在雷同的战场上的战斗，那做得越多的人自然对战场越熟悉。不过真正天才的战术并不一定是做得最多的人发明的，但后来者，尤其是聪明的后来者，总归是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重复来复现发明者的路径，就像是围棋中的定式一样，它有变化，但变化总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感谢您的收听，如果喜欢，记得订阅。第1560集，凌然的手术原本就是浅创新，菲利克斯记忆起来并不难，难是难在面对不同情况的不同处理方案上。凌然对手术的全过程有太多不同的处理模式了。同样，以战役为类比，这意味着一场战役之中每一个角落里发生的小战斗都是有所不同的，而凌然的处理方案往往都是非常具备技术的手段，也就相当于每场战斗都是由精英小队进行的。菲利克斯学到这些并不容易，但他还是学到了。这么样，奥斯伯恩先生，菲利克斯开始缝合心血管，心外科的医生爱臭屁，谁都不服的性格开始浮上来。很有意思。奥斯伯恩哼哈两声，任由菲利克斯显摆。
菲利克斯操作明显还有些僵硬，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能够掌握如此多的小细节，对于整个心脏大桥的更新迭代是非常有意义的。想到这儿，奥斯伯恩已是快乐起来。现在的心脏外科还比不上七八十年代的心脏外科，技术迭代极慢，哪怕是克利夫兰心脏中心这样的地方，微创新的频率也是越来越慢。菲利克斯学到的东西固然不太完整，可也相当不容易了。当然，最完美的解决方案还是凌然。奥斯伯恩看了凌然一眼，心下一动。凌医生，您应该整理一篇论文出来，我可以帮你推荐发表。论文吗？凌然稍微迟疑了一下。没问题的，我们此前就有做整理。于元若非是在手术室里，直接就会跳起来。尽管如此，他的情绪也波动极大。奥斯伯恩笑着点点头。您通常会推荐哪本期刊？我们可以针对性的做一些修订。于元抓紧落实，不同的期刊的品位和需求都是不同的，尤其是顶级期刊，对图标和行文都有一定特异化的要求。于元提出的要求也因此变得合情合理。奥斯伯恩看在凌然的面子上，对于元和颜悦色道：“柳叶刀如何？”“可以。”于元紧紧地攥起两颗核桃大的拳头，没有再多喊出八个“可以”。周末，克利夫兰诊所的大部分员工都休假了。手术层依旧开着，但人数也是大大减少。以紧急手术为主的气氛反而令医生们感觉轻松，不过只是大部分人而已。凌然所在的手术室内气氛却是显得有些沉闷。护士安静地递去器械，医生安静地接过器械，然后几个人一起在默不言声的病人身上捣鼓。一路做到手术末尾，眼瞅着又是一例近乎完美的手术，凯伦率先打破寂静。凌医生，真的不考虑留在克利夫兰吗？如果您愿意的话，即使有一些过线的要求，我相信奥斯伯恩先生也都是愿意为你跟医院谈的。站在参观室里的奥斯伯恩郑重点头，接着意识到凌然看不到，于是连忙按动通话键。什么都可以谈，当然你如果要加很多薪水的话不行，但我想你是最不需要讨论薪水的吧。他说的是凌然往返坐私人飞机的事儿，哪怕是美国医生能这么干的也是凤毛麟角。事实上奥斯伯恩都不行，因为他没有自己开诊所，再怎么样也摸不到私人飞机的边儿。凌然淡淡一笑，还是没留余地地说，不用谈，我没有留在克利夫兰的想法。他如果不是斩钉截铁的拒绝，稍微敢留有一点余地，在学校就能遇到一个牌的女生自称是凌然的妻子了。奥斯伯恩的脸还是薄了，呵呵一笑后用上了经典的拒绝后对词。尽管如此，克利夫兰诊所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凌然微笑点头，类似的话他其实经常从街坊邻居嘴边听到，诸如晚上来我家吃饭呢，改天一起吃饭呢，我刚做的肘子给你拿点啊。谁说老外不懂客气的，壮似纯良的奥斯伯恩医生不就挺懂得客气的吗？我把论文发给您了，奥斯伯恩医生。于元抓紧时间跳出来，柳叶刀的事情他是异常认真的。奥斯伯恩一愣，没问题的，凌医生的论文理所当然的应该发表到最好的期刊上。凌然在心脏外科上积累的知识早已足够发表到柳叶刀上，当然这种国际顶级的期刊若是有人带路还是会轻松许多的。心率再降低一些，凌然下了命令，并不受几个人聊天的影响。
奥斯伯恩依旧有些小无奈。林医生，您不愿意留在克利夫兰主要是因为什么呢？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能为以后的发展改革增加一些思路。凌然听到这句话，像是被激活了某种反馈机制一样，呵呵一笑，就用老妈陶平十多年前教自己的话术摇头说道，克利夫兰没有问题，是我有其他的想法。奥斯伯恩果然如同小姑娘们一样，脸上露出满意而遗憾的笑容，不再追索。凌然得以将手术顺利且安静地进行下去。4-0，纱布，4-0。凌然不停地要着缝线。心脏手术基本每针都是单拆的缝线，缝线自带针头，质量好，价格高。像是最常用的普里灵，全人工合成，高惰性，低组织反应带来的手术优势不可忽视。不过平常的手术时间里，医护人员们互相聊天，并没有留下充分的空档来喊材料的名字。今天也是因为手术室内异常的安静，才让凌然找到了喊话的节奏。凌然很喜欢这种畅快自如又能完全掌握的感觉。手术室和参观室里的医生护士以及来访的宾客们，感受到的却是浓浓的离别情愁，萧索的氛围。这时候，一条信息在众人的社交媒体中被频繁的转发。感谢您的收听，如果喜欢，记得订阅。